花多少钱？好吃吧？中国的不来吗？太贵了，便宜点。买了，吧，挑一个吧。就这个，可以。别光翻译了。哎，有没有啊？这边再转。哎，直了，直了。哎，尝尝这个试试。老祖宗瞎了眼，把村子拦在这儿。鬼地方，修个水还要跑几十里。
这不正打西京呢。几百辈子了，打出一百多眼干窟窿。水呢？到警察看。哎，哟，回来了。哦，哎，王大哥，我开看看。啊，坐一个。姐，不必说。又打了三寸多了。钱是少了点儿，可嫁一个娶一个总是比兄弟俩打光棍强。好是好，可就是委屈忘全子了。委屈是这一屋子光葫芦委屈不？这事儿咱得做主。赵家那个妮子是个扬言花花，中看不中吃。老井村能留得住他？Thank you.
老二，睡觉。明天喜放假，打帮干的十件活。大家那妮子回来了？可不，听说是没考上大学。这个狐狸精啊！撞拳子一看见他，眉眼都不对了。他们俩在学校的时候就勾搭上了，听说呀。妈，一千就一千吧。三婶儿，就这定了，您回个话。大叔，谢谢吧。大叔，你吃饭那架势真像俺秀秀他爹，抽烟做活儿，说出哪有点像啊。哎，我拉夫狗咋出的事儿啊？那阵我正在县中念书呢。就是打松沟那眼井。哦，松沟在井筒里放炮，那死鬼啊点着了炮捻子不得往上吊吗？那井绳啊不知是咋弄的，就绕到露露轴上，手忙脚乱的。等井绳弄好了，那炮倒先响。好不容易请你来了，也不说些高兴的事儿。他叔，这几十块钱你先拿去，置办几件衣裳。甭总穿这些破衣烂衫的，咱家再稀罕过日子还缺这些些。这是做事。收下了。不再吃些了。先压压鸡，等会儿喜凤子就做饭。来，再接根烟。到底是俺喜凤子有眼力，等定下日子过了门，阿母你们总算有纸靠了。甚日子？甚日子？结婚的日子。你爷你爹没告你，
全子，你啥？走啊！王全子，人家也不嫌你家穷，图个人理，不就是个倒插门吗？倒插门又咋？小寡妇才知道疼男人，等一口锅里搅开了稀稠啊，你就清楚嘞。这是介绍信，我是偷着盖的章子。干脆，要我说明天你们登完记，干脆去太原逛几天，旅行结婚，生米煮成熟饭，看他们干瞪眼儿。多深我的爱越深，我的情越深，越等待把我的心轻轻地。你走吧，哪没有你这个孙子，你受够了，滚吧，把你兄弟的婚事退了，把我和你二爷处置了，滚吧，滚。要我说，你就咽一口气算了。望全子也是小哥们拧不过大腿，他爷爷那恶煞神，你也没必要生这么大气。他爷爷那恶煞神40年前吊打过龙王爷，哎，那谁敢惹？再说了，好男人呢，世界上多的是，哪儿的公鸡不打鸣啊？哎，我说不行不行，你非要那样装，放。你村啊，日怪的事真多。井底下冒风，连炮也点不响，
我们村啊，从来没出过这种事儿。慢点，慢点。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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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爹。和喜凤的事儿，你爹答应人家了。
张队长，照你这么说，给咱村判了死刑了？也不算死刑吧，说是找水禁区，是按目前的技术条件来说，主要是定不准警卫，咱的技术手段也跟不上可。谁？行不行？狗儿往前了，还追你这道行呢啊！连听了几晚上都不干，想的都不哎，怎么这个小寡妇呢？往前呢，就能熬得住。哎，吊楼上打一个，隔上二人情有亲，看着那吊楼灭了。喂，那谁呀、啊？喝口水吧。哎，去哪儿？做了些亏心事，连水也不敢喝了。
来，我给你端过去。Thank you.
我们下东家井曹白文狗日的石门村那群刁民。老人们说对了，双泉井是咱们村和石门村合打的，两家合打的，西泉井归他们，东泉井是咱们村的。你看这是碑文，东泉井底下有块碑，我们刚下井抄的。狗日的石门村吃了几十年独食了，还想霸着不放，就是他们不让我们下井，他们十几个人井台的。走，走。孙望泉，我正想找你，你那碑文是从甚地方抄的？后生家有的能说，没的也敢到。甚叫没的敢到了？那井刚才我们下去看了，碑倒是有一块，就是没有你抄的那字码嘛。运天物价，一看惹的这阵势。你给我下去。下上，你给我下。哎，你自己下井，你自己下。老三，来，去去。咋的了？有话慢慢说。他们把碑上字全砸了。伙计，瞎子吹喇叭，咱们心里都有个谱吧。老井村不吃这眼井也过了几十年，你们砸碑挖坟，不能干这伤天害理的事情吧？伤天害理。咱们只信碑不信人，拿不出碑来，我们就不客气了。这是咱石门自家的井，天，你敢？天，叔，咱有碑。大支书，哎呀，大支书，我跟你说呀，俺家里啊倒有块石碑，俺那死鬼说呀，上头刻的就是这个。就是那个道光皇帝给咱修这个井的时候啊，是咱们两个村出的钱。那这井现在还能斗成了他石门的了？那碑呢？碑说是先前立在那观音庙里。你别拐弯的吧，说这阵儿吧。这阵儿啊，这阵儿垫到俺家茅厕上当了茅厕板了。臭狗屎！放三狗蛋，走走。
姐，你比咱水平高，你看着处理吧。看他能把咱横吃竖喝了。天津，好啊，好啊，几十年不打械斗了，怕死的还不做鬼嘞，打！打架的当天，县委就带我们上来处理了。石门支书挑起械斗，两个人打成重伤，十几个人受了轻伤。石门支书被开除党籍了，啊！但这位精明，只落了个逃离现场制止不力，给了个党的警告。这严井判给老井村了。这位就是跳井的英雄。这口井是道光年间成的，这些日子一点水也没有，蒸过来没用啊。打水不用辘轳？来不及，这人们就用绳子扯水，几百年了，这都是磨的。啊，孙总，这名片是孙总送给你的。这是谁们？这是省里来的总工程师，是来检查工作的。二爷，你放羊去吧。你想瞒糊？
后你投到土地爷手里来了，那是谁俺知道，就请的风水先生来看水嘞。过来，二叔放羊去吧。二叔，财神爷给俺说了，你们永辈子都不敢打井了。哎、老二，胡说不敢。哎，放羊去。先生不行，放羊去吧，放羊去吧。井不是不行，放羊去吧，放羊去吧。陆王爷、郡王爷也不行，不行，谁也不敢打井嘞。这是孙望全的亲二爷，年轻时候打井，被埋在井底下一天一夜，救上来就成了这。没水搬下去。井干了啊，早干了。这眼井啊是解放初打的，后来井干了，原来的五户人家就搬走了。有多深呢？有七八丈深吧。学习班还有几个名额？还有两三个名额。给我一个名额行不行？你要他干啥？反正我有用啊。好。小孙，小孙，爹，你们县水利局最近要办个水文地质学习班。让我讲课，你来听听。吃饭去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呦，说的话话了。没事。哎呀，好好好。南爹，你们的祖爷民国24年大旱气雨没的，是个人物。在大盒子树底下吊打过龙王，哼，远近几十里谁不知道孙老二是个人物。你们二爷也是因为打酒成了个这。我来去把山担断了。陈子，三辈出一个人，十辈出一个神。我看了，你们这一辈有文化，眼界要展得宽宽的，只怕是总得出个把神来。爹，
你兄弟缺口钢骨气。孙子，瞅你了，去县里把本事学成，给咱老井村把水找出来，这样让咱孙段李赵几大门宗把根扎得稳稳的，这样咱那世世代代为井喂口水没了的先人们，列祖列宗就能合眼了。给爷倒酒。豆子，小子，这杯酒算爷爷敬你的，喝。爷，你喝。强子，你和巧英的事儿，照说爷爷不该管，可为了咱村这口井，也为了你兄弟，我没别的办法。这妮子心比天高，咱老井村盛不下她，这不走嘞。我早说过，这是迟早的事。
全子，回来了。大姐，前些日子，来，前些日子我下县城找人来看水，人家说是，你猜，说我是抱着个金碗讨饭吃。有的有的，来，说你是定景卫的土专家，给西乡搁那儿吧。待会儿我去。我跟王全子说句话。实习期间，给西乡三四个村子看过水。真是这啊，给咱村定个警卫吧。王全子回来了啊。你们过来一下，我有话说。小云姐，回来了，把行李放那。小云姐，回来了啊。王全子回来了。郭大叔，咱村是石灰岩地区，这水啊是难找，难找咋？咱老井村用被子也不打水了。羊都可疯了，责任制好不好？好。中央的政策能不好？这不，地已经分了。往后这村里的事啊，再不用我去操那份闲心了。这阵子我剩也不惦记，只是一桩心事没了。全子，你帮叔一把。我当支书十几二十年了，修过大寨田，填过沟，挖过干水库，打过十几堰干窟窿，反正是一桩一件正经事儿没给咱村办成。眼下说的是干部年轻化，临下台，我是想在我手上打上一眼睛，给咱村的子孙后代留下件产业，积点阴功，心安呢。别叫人至死戳后脊梁骨。这阵子我说了还算，我听你的，全子。啊，还有你们，咱村就你们这几个高中生，我把宝压在你们身上，咱们拼住劲儿，破上命干他一遭，让全村人勒紧两年裤腰带也算嘛。一样样的太行山，
我就不信，就咱老井村这块地球脚下没水，打出水来，我给你们立碑。要是打不出水来呢？打不出水来也立碑。告诉咱村的子孙后代，断了响水的念头，永辈子不打井了。圈子，你扔下一句话。傅尚书，你话说到这儿，这井打。打到十八层地狱，我顶上一块人头。小英子，小英子，走了，不是说上山去了吗？老陈子，你疯了！一会儿爬到山顶，一会儿栽到沟底，耍弄人呢！咱这人活成甚了，还不如这虎嘴儿。这一千晌，就跟你提了这么多回嘴儿。灰鬼，走。到那个山背后看看去。不要命了，半个多月腿都快跑断了。今晚不下山了。我俩是不修行了，要去，你一个人奔命去吧。
你不早恨透我了吗？上回在山上碰见，连口水都不给喝。那半勺水喂狗了。才半勺水的面子。还说呢，走进去那么多草哥姐土星星。浩哥没心肺的，你死了吧你。走了那么热，再不让你慢慢喝，那肺还不给气炸了。饭呢？等会儿倒不成吗？说的比唱的好听。咋？还闷在那儿不动弹？你今儿个是威风初一了，还是威风十五了？你还愣着做甚？快去！刘旭，你去。全老井村谁家的男人倒尿盆盆的？我又不是扛堂工的，扛堂工也不给东家倒尿盆吧？好你个棒钳子，鞋帮子当了帽檐子，抬举的你有了媳妇儿成了家，你倒烧得不能活了。妈，甚叫扛堂工？俺娘们是地主老财，还真输了。我告你，你今天不说出个醋酸盐咸，明天你就别回这个家。你以为我信了？你走，你走。你这是做甚呢？今天下个软蛋就过去了。王天，你就不觉得这些日子俺没来身上的了，怕是有了。往后尿盆盆俺的还不成吗？还生妈的气呢？为铺排咱们这门亲事，妈把浑身的骨头芯都榨干了。俺爹死得早，这些年孤儿寡母的，受人欺负受怕了。俺妈就是刀子嘴，其实心里没啥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宰相肚里能撑船，你就饶了他老人家这回吧。
我肚子。哎，还早呢。我都掐算过了，忙吧，就该生了。要是生个小子多好，长大跟你打井。小沈，嗯，就知道个打井。给咱孩儿起个甚名儿？难想了，第一个字儿有俺妈，随俺爹的断；第二个字儿有俺做主，叫你那个孙；第三个字儿有你，你从你念的那些书本本里抓了一个好字儿，怎么样？这一时哪想得起来？要不就叫个井吧，打井的井。井，断孙井，有点绕口吧？哎，名字叫叫就是了。景，297,379。管够多少？379。
哎他妈的腿的，老子要散架了，不干了，今儿嘿都回村听我叫的瞎子唱曲儿。你叫来的啊？还不吃大伙的血，管他呢，走走走走走，不干了，一路走，累死了，站住，坐下，好好好，叫上放假走，走走走走，好，放假了。乡亲同志们，大家抬抬手，让我们这些虾鬼过去。给咱二两颜色，咱可不敢开染坊。不是不唱，是我们不敢唱。毛主席共产党教育咱多少年了，还能准备个思想觉悟？哎呀呀，是你觉悟，就是让你唱，唱吧，就唱，唱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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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唱一个，来，唱一个，到甚地方都是咱共产党领导。要是咱村里的支部书记放个话儿，支书早走他娘的了。你是做甚的？他，支书家小子。
后补支出。对，怎么样？唱吧。那也是，那我们就唱吧。那咱们就来一段战斗曲啊！好。晚上在那虾女人身上，哎，把元气走空了啊！四家兄弟啊，别不好意思啊，滚开！你他妈才一击就空的，别臭什么！你瞧你这样，浑身上下除了这胳膊腿啊，就再没个应酬。哼！哎，灰鬼，就你这没眼儿，倒贴两千，咱都不想沾。真不要脸！不想沾，老五爷死了两三年，烂的就剩下张硬嘴了。不想沾，有空啊就偷人家妮子的裤衩上奶罩罩，过干瘾的啊！你他妈造谣！哎，谁造谣谁头上长烂，你把衣服扒下来，没准儿现在就套着谁的奶罩罩，扒下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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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咬牙咬心关你屁事儿！有人明着一个，暗着一个，你他妈的不敢管。算了，别弄了，下轿。我想女人犯甚王法，他妈团的时候你还动手打人呢？打人？打！往前的，你自家站一个，外边又霸一个，想跟谁睡你就跟谁睡，我活这么大，连个女人味我都没。我活的还算个人吗？你打死我算球了。
王才，王才，王才！
包在。喂！死了，死了，全哥，他俩死了，全，我都是为了你。全哥，咱俩这是命，命里注定的。只跟俺全哥死在一起，值了。
吴书记，新闻化局来两个同志找你。吴书记，据群众反映，这个村有个叫孙旺财的年轻人招了一帮子盲人唱黄色歌曲，我们来调查一下。来来来，过来过来。三泽进城拉货，后晌我跟他回去了。刚才他来过了。那口井还要接着打。
范师爷。小英子，出院了。嗯。好嘞。嗯。二位呢？钱赏。县里决定调机器帮咱们打这口井，县里还拨给咱们20000块钱，开天辟地，哪有这种好事啊？啊！可是要打到忘泉子设计的深度，现在还差20000多。队里的牲口农具分了，哎，拖拉机也包了。除了沟口上的那几十个杨树，是卖没卖的，是当没当的。队里把家底都翻出来，最多能凑够10000块。啊！大家伙说，到底咋办？哪里值不得花？我听人家说，累得腰渴死牛，有女不嫁老井沟。一茬茬后生们，打光棍打火器，
弟兄和一个女人，脸红了，羞了，给祖宗丢人百姓了。咱村儿孙段李赵几大门宗，死在打井上的海了，舍命不舍财。我这阵儿是黄土埋在脖梗了，一天一天的算日子，那拿不出现钱，叫孙子们把这个棺材抬来了，折几个算几个。死了，脚上溅了水。死了，炕席一卷，狼啃狗拖也算。狼啃狗拖，这是出水了，那打不出水来，那咱这钱不是填了无底洞了？要说填无底洞，咱从祖辈上填的倒还少，不用去别处。到青龙岭，看来咱这血是非说不行了啊！数得见的干枯了，就好。就冲说媳妇吧，也得赶快把真眼睛打成了。科学看病。上个月我下青城看对象，去，你看人家说肾，说肾，我给你学学啊。山一跑河北，你肾都好，我同意，就是不下你的老井，不喝你的马尿汤。多少年来，那你是多少钱吗？前天那就看出你给个数吧。你抱着队里拖拉机，大把大把挣着票子，你出多少？就是拿这个罗盘给你瞎晃。我这钱，那攒着买高价媳妇呢。那这阵呢，才够买两条腿，咱们全还缺上半身呢。哎哎，你们吵吵甚了？你们往全子看着这景啊，我信。我出一百，记在死了的旺财子名下。旺全子心里有数，让他说吧。我能说个甚？我是觉着那儿能打出水来，才把警卫定在那儿的。你这眼井，现在设计深度还没达到呢。现在主要是没钱嘛。就是嘛。这自家子弟，总不会烟囱里招手把乡亲们往黑道里引吧？咱还是说说这起钱的事儿吧。这块旧碑，我连夜让万全子把它铲平了，起了线，按数刻上户主的姓名，万古流芳。再刻上一段碑文，写上咱打井的难处。哎，打出水来啥都好写，打不出水来写甚？就写咱流血牺牲，脊梁捐款，艰苦奋斗，给咱村又出了个机械化的黑窟窿。那也好写。就说咱这一茬人，孬种，让咱的子孙后代再别打这井了，要不你就顺着青龙河往平城走。扔下这老坟故土，背井离乡。闪开！
井是俺往泉子看的，要是打不出水来，俺倾家荡产也赔不起咱村的损失。众人抬举他凑钱打井，俺家经济紧些，没有现钱，就是真打不出水来，也甭赌气说那要走的话。几百年了，看谁走出去了。咱们这茬人不行，还有下一茬，总会打出水来的。老天爷长着眼呢。小英捐的，他走了，说再也不回来了。这些东西都是他的嫁妆，还有这电视机，是新的，还能用。乔英姐说，咱这儿的山高，看不成，可以拿去卖钱。